家好。在50年代開始，各種文藝界都相繼舉辦唔同嘅頒獎典禮。而喺1959年，美國藝術歌學學會就舉辦咗世界上第一個嘅樂壇頒獎典禮——格林美獎，以鼓勵歌手同埋相關音樂人推動樂壇可持續發展。但近年，各種由專業評審評分為主嘅樂壇頒獎典禮不斷受人詬病，例如台灣金曲獎由專業音樂人作為評審，但評分標準模糊，舞曲同埋高人氣嘅偶像歌手，例如羅志祥、蕭亞軒等人長期得唔到評判嘅青睞，無法入圍。同埋香港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嘅10大專業推介歌曲，都係主要以專業樂評人嘅口味作為標準。令到唔少觀眾認為，以專業性所包裝嘅樂壇頒獎典禮，其實更應該以聽眾為主，由樂迷以實名制為主底下嘅樂壇頒獎典禮，先至更加能夠反映到歌手同埋相關音樂人嘅傑出成就。同埋唔少觀眾認為，以專業性所包裝嘅樂壇頒獎典禮，評分過程唔透明，衍生唔公平嘅質疑。所以就係咁，呢條辯題就喺咁樣嘅背景底下應運而生啦。因此，我方今日行禮。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要審視我方能否為樂迷、歌手以及娛樂產業有關機構帶嚟好處，有效推動樂壇可持續發展。而由樂迷選出樂壇頒獎典禮獎項為主，就正正有助樂壇可持續發展。原因有二：第一，樂迷能夠更大程度地參與樂壇的決策，增加歌手和樂迷之間的互動，長遠有助樂壇發展。香港資深音樂監製黃湘俊在作品《樂壇已死》入面提及過，話樂壇與其話係一個壇。更加似是一個音樂人與樂迷之間的關係，樂迷與音樂表演在創作者之間的關係是環環緊扣的，缺一不可的情況下，樂迷們的口味、支持和關注度絕對就是樂壇的中心。而今日樂壇的獎項只要由樂迷選出為主，樂迷就會認為自己有透過投票後能夠影響樂壇結果的能力，自然會更願意繼續參與樂壇的活動，例如買票看演唱會、買碟、等等。加上投票的結果能夠直接反映出大部分樂迷的意見，增加歌手和樂迷之間的互動。根據英國倫敦當代舞蹈學院藝術碩士李慧能指出，回饋能幫助觀眾理解其他人的觀點，同時顯示自己的觀察，亦可讓創作者發現未曾留意的觀點，從而推進創作。可見樂迷投票為主，亦有助歌手和創作者創作出更好的作品。第二，認證歌手的樂迷基礎量，促成樂壇互惠互利的局面。在娛樂行業當中，歌手最重要後盾必然是粉絲。樂迷作為實實在在的市場力量，當獎項由樂迷選出為主的時候，歌手得獎便能夠認證他的樂迷量，同時獎項能夠令到歌手受其他社會大眾的關注，自然吸引到投資者投資，甚至帶來廣告代言，這樣有助歌手繼續創作發展，繼續創作音樂，為樂壇帶來可持續發展的局面。例如美國歌手 Taylor Swift 在2022年獲得由樂迷投票選出的全美音樂獎年度藝人，粉絲數量突破了2亿，同時為投資者環球公司帶來年收入達到1.287亿美元。加上頒獎典禮由樂迷主導，有更加多的觀眾收看直播，收視率上升，投資者更願意投放廣告和贊助於主辦單位上。樂壇頒獎典禮這樣才能夠繼續舉辦下去，對歌手、樂迷、投資者以至整個樂壇的發展都百年如一海。因此，採用聯繫方案，樂壇頒獎典禮獎項由樂迷選出為主，能夠增加歌手與樂迷之間的互動，由樂迷決定入音樂樂壇未來發展的其中一份子，以至可以推動樂壇的持續發展。最後想問有方同學，認為樂壇要長遠發展，靠的是大眾的支持，還是個別一兩個專業評審的認可呢？多謝各位。認為雖然娛樂性是看人氣等等的指標去做判斷，
但我方認為是需要表揚有質素的歌，以及肯定歌手的付出，並且以良性的競爭去推動樂壇持續進步。以下我方將從兩大方面同各位論述以專業評審為主的必要性。第一，專業肯定創造良性競爭，推動音樂人持續進步。對於歌手本人來說，最想做到的事一定就是在音樂上面不停突破，將自己的作品做到最好。有科學所理解的樂迷是想、歌手都是想跟樂迷互動，但是有沒有，其實我方理解的樂迷是解他們想支持歌手的話，在事實上可以做買專輯或者為他們打榜，甚至有科學所說的買飛看演唱會等等，都可以表達到對歌手的喜愛之情。所以民選制度是沒有必要展樂壇班主任的大多數。相反，通過專業評審的點評，音樂人可以明白到其他人有什麼優勝之處，從而推動良性競爭。專業評判員都可以更加詳細和仔細地準確地考慮到那些獎項水數，就例如金馬獎就設有最佳編曲人、最佳的作詞人等等的獎項。但身為樂迷，是否真的清楚知道何謂編曲、何謂作詞、作曲監製呢？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又談我去點評他們的質素高低呢？可見比起樂迷投票，專業評審為主更加能推動音樂人增長比例。就想反駁翻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你啱啱提出咗呢個做市場等等嘅歌手啦，咁佢哋攞唔到獎，你覺得係佢哋嘅質素問題啊，定係佢哋人氣唔夠咧？咁第二啦，想呢、這個專業評審為主係可以展現到評審嘅準則，營造重視音樂質素嘅社會氣氛。在追捧偶像的風氣之下，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將重點放在歌手本人，忽略了歌曲的本身質素。就例如鄭伊健在未經過獎之前，大家對他的印象就只是停留於他的體型和全民家世，但當他憑著2016年所推出的歌《女神》拿到新城勁大頒獎禮當中的突破方女歌手獎時，我們就終於將目光放在音樂本身，放在歌本身，而並非他的人本身。專業評審所選出的獎項，可以發展到一些有潛力的歌手，令到有質素的非主流歌曲有更加多的機會傳遞大眾的視野。我們都有機會可以注意到更加多不同的歌曲，又可以根據評判的專業評審的語句去學習點樣鑑賞啲歌曲，從而提升自己的音樂品味。在揀選專業評審的準則方面，我方認為是可以俾作詞、作曲、編曲、監製等等不同類別組織的人士去自行選擇在音樂界入面受到廣泛認同的成員，從而擔任呢個嘅評判。我哋可以根據唔同班組嘅性質，實質設計作為調整專業評審嘅產生機制。有方學啱啱又提出咗啦，我認為而家專業評，你覺得專業評審唔好，其實因為佢唔透明啊。我哋身為樂迷，我都唔知道點解羅志祥攞唔到獎，我都唔知點解嗰個人攞到獎，嗰個人攞唔到獎，佢邊度好咧？咁其實專業評審要俾獎項係可以需要自願班組嚟支付最多數啦。評判作為最終決定之後，係需要公開評審、公開俾評議，從而向公眾最後交代嘅。多謝各位。只要是樂迷做主導的話，都是有助這個頒獎典禮的關注度上升。
係因為專業評審去投票嘅話，會有一啲唔同嘅歌曲可以評。其實我先有翻我嘅問題係，今日如果係由樂迷做投票嘅話，係咪可以令到樂迷對於頒獎典禮關注度上升先？唔係。點解你有分我今日由樂迷要了解成個頒獎典禮，由唔同嘅歌手、唔同嘅作品嘅時候，係咪要令到佢哋更加了解頒獎典禮，從而令到個頒獎典禮嘅關注度上升啊？佢哋了解唔同歌手嘅作品，都有其他嘅途徑啦。有分文學今日如果要。今日如果我要去投票啦，我一定要了解翻嘅點解有觀塘呢個就係個問題啦。我哋而家見到唔少樂迷咧，真係唔了解天台代表投票啊，所以就造成咩情況？就係我哋見到啲壟斷嘅發生啦，唔同嘅樂迷咧。等陣先有觀塘同學，今日樂迷佢中意一個歌手嘅時候，點解一定係決定咗佢咧？因為個歌手本身嘅人咧，然之後佢中意嗰個歌手先有觀塘。我哋就係見證唔到樂迷有冇啲專業嘅。咁今日樂迷係咪會更加關注嗰個頒獎典禮先？唔係，因為佢哋一開始嘅目標就只係為咗要投佢哋嘅。但先有分項，咁今日我要投票，我都要去了解咗個班長你先有分項。咁今日如果更多人去投票嘅時候，係咪令到個今日更多人投票嘅時候，令個關注度上升嘅時候，咁廠商嘅投資額可以增加有分項？投資額咧就唔係因為有幾多人去了解呢個班長嚟。有分項，今日佢嘅關注度上升嘅時候，我係廠商，我都會願意俾多幾錢入錢去投資個。頒獎典禮佢哋從而翻令個頒獎咧一格一格咁進行落去咯。咁有可能我哋轉一個問題，因為樂壇組成係咪有歌手加上樂迷啊？係。係。咁今日歌手係咪要基於樂迷嘅支持，佢先可以繼續創作音樂啊？係，但係佢為樂迷。係有分同學，咁今日樂迷係咪要基於歌手係咁改進自己嘅音樂？所以今日我方認為樂迷嘅支持同意見應該係首要考量。正如我
所講，樂壇係脱離唔到樂迷帶嚟嘅價值。頒獎典禮先邀請一班有粉絲基礎嘅歌手作為樂迷投票選出獎項，而呢啲獎項正正可以反映出歌手嘅粉絲基礎。既然下年嘅頒獎典禮可以吸引唔同嘅投資者，令到頒獎典禮可以進行落去。著名歌手張敬軒都話：搞頒獎典禮係好難嘅，要睇場地，要睇資金。以樂迷帶嚟嘅投資商，正正就係可以滿足到頒獎典禮要嘅條件，用呢個去證明歌手嘅價值之餘，都可以令到頒獎典禮繼續進行。就比如張天賦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張天賦自從喺超級即係一個全民投票嘅頒獎典禮入面攞到年度新人獎之後，唔夠兩個月，佢第一個嘅電視廣告就係要喺呢度播出，呢個正正係一個相輔相成、互惠互利嘅局面。而今日有方同學就話，編曲同埋歌詞呢啲要專業評審嚟選出嘅喎，但其實呢條片係戲話為主啊嘛，咁其實我哋係可以利用粉絲去選出，唔一定係話唔可以要專業評審選出嘅喎。同時編曲同埋歌詞係可以達到一個情緒共鳴，樂迷係有能力去知呢首歌可唔可以令佢有情緒共鳴，可唔可以令佢嘅情緒波動。反而專業評審啦，佢根本只係經驗，要根據自己嘅樂理知識去判斷，咁首歌係咪真係有咁多情緒共鳴嘅話，係咪又真係一首好嘅音樂呢？其次啦，今日就有方同學都話要良性競爭啦。咁良性競爭其實要包含曬非主流同主流嘅音樂嘅喎。但其實我哋今日主流音樂有主流音樂嘅頒獎典禮，非主流音樂都有自己嘅頒獎典禮。好似香港嘅未來音樂選同埋美國獨立獎，唔同頒獎典禮有唔同嘅音樂類型為主題，佢哋有自己嘅市場，可以揾到佢自己天空。獎項都由樂迷選出嘅，從都係可以保持到良性競爭，又唔係主流又非主流都有空間發展。成個行業多姿多彩，由邊度嚟？冇良性競爭呢樣嘢咧，其實無論有雞先定係有蛋先啦，有樂迷先定係有頒獎典禮先啦，去到依家冇只雞生隻蛋出嚟，只雞最後都會滅絕。而我哋依家正正就係以樂迷呢只雞嘅存在，令到成個樂壇可以持續發展。多謝各位。大家由一開始目標做好音樂，改變方向去到，淨係考慮點樣有更加多嘅
有粉絲，而與其諗點樣吸睛，不如將心機擺翻喺歌曲本身，追求質素再進步。第三種分行係搞唔清咧過關，其實剛才有分行咧就話啲歌手咧就因為得獎所以佢就贊助啦，但其實因為佢有人氣所以有贊助，而佢得獎係因為佢首歌有質素啊。嗱，最後我哋嚟睇翻呢一個小眾電影嘅例子啦，喺影壇裏面有唔少電影攞曬唔同嘅獎項，但可能票房唔好喎，咁我哋可唔可以就話佢係高質咧？係唔可以啦。咁最後就問翻有分行一個問題啦，當高質案例人數夠多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唔理歌曲本身嘅質素咧？是不是真的會不理所有的事，然後一味捧紅自己的歌手呢？今天、在上屆叱咤頒獎典禮的時候，姜濤的表現可以說是十分之糟糕，在網上都引起宣傳大波的時候，你是不是有可能認不認為下屆還可以攞到獎呢？其實有可能我今天完全由頭到尾都沒有論證到，其實今天的樂迷就是完全依靠歌手的人氣、歌手的人氣等等去亂咁投票，其實有可能由頭到尾都冇論證到有冇任何數據，有冇任何嘅資料支持有分文嘅講法咧。再者，今日其實即使係評判都好，都可以做出好多偏頗嘅決定，甚至係超出音樂界之外，都有唔少嘅例子。就例如愛爾蘭嘅國際舞蹈錦標賽啊，佢入面都有多嘅專業評判㗎，但係有多達12評判對佢哋有性加入嘅隊伍可以評出更加好嘅分數，再加上評判自己嘅個人喜好啊，心背後的機構或者評審的既有的利益衝突，一樣都可以左右頒獎結果。咁有分行呢啲係你想睇到嘅結果咩？再者，今日有分同學一直喺度，我哋今日有分同學，我方並唔係一定一味咁係咁反面權威，但係音樂嘅本質係要令人有情感嚟共鳴，係要只要嗰首歌切合到人嘅情緒，無論係歌詞同旋律，一樣可以帶有情緒色彩。只要嗰首歌嘅情緒色彩夠豐富，嗰首歌就係一個好音樂。今年其實有可能一直喺度混淆視聽，試圖將所有嘅樂迷定義為一啲非專業嘅聽眾，認為佢哋冇資格評論音樂。但其實好嘅音樂唔再係只係少部分人話事，你同我以及在座各位都有資格去中意某首歌、某個歌手或者某個樂團。咁同學，如果今日連普羅大眾都冇資格評價音樂嘅時候，係咪今日我連食飯、飲水、著衫都冇資格再次評論呢？在座各位，其實我相信今日大家都唔會否認，樂壇嘅持續發展係相當重要的，而且不可忽視。香港歌手吳林峰就講過，樂壇純粹就係音樂作一首歌，聽眾聽一首歌嘅上場關係。所以今日叫樂壇可以持續發展，就要令個歌手可以知道今日嘅市場趨勢，令個歌手可以做到樂迷所喜愛歌。而頒獎禮嘅投票就係最直接嘅方式，令個樂壇知道緊觀眾中意嘅乜嘢歌。香港樂壇一直俾人詬病就只有情歌，一直缺乏住其他音樂風格。但係2020年歌手林家謙就有自己嘅獨特風格，一直致敬手掌重圍，搭配咗現今嘅市場，為香港樂壇帶來新嘅風格。佢往後作品亦都充斥住呢種嘅風格。咁係咪呢個林家謙呢個歌手就令到香港樂壇帶來新嘅風氣，令到樂壇會再原地踏到市場向前？而推動嘅原動力係乜嘢？就係樂迷身上。所以今日在座各位，今日樂迷投票並唔係完全一味咁胡亂咁令到成個樂迷翻天覆地嘅改變，而係今日樂迷投票可以令到成個樂迷有真正正能正。再出場。過時5秒嘅話，冇問題。
話佢除咗有現象有粉絲之外，都係冇唱功，根本就配唔上呢、這個嘅名頭。呢、這、一個咪就係佢一個係例子咯。嗱，今日有方主面嗰咗兩個論點用我嚟重點拆解。第一，有方主面同我哋講話，樂迷團可以增加佢哋嘅參與度，有助歌迷同歌手互動。首先，有好多成日都係誤會咗我彈翻俾你嘅意義所在啊！樂迷之前我彈方式有咁多，可以應援買周邊商品、買專輯，你想顧及受眾物去做呢啲嘅支持咯。但樂壇頒獎係做一個每年一次嘅平台，去表揚歌手同埋音樂嘅貢獻。講到明係頒獎，就唔應該係呈現人氣嘅地方，所以先有翻個唔好再曲解頒獎嘅意義啦。其次，即使今日嘅受眾係樂迷，我方一副啱啱都有提過，影壇奧斯卡獎、文壇諾貝爾文學獎都係由專業評審去決定結果。按有方邏輯，佢哋都需要面向大眾，都有觀眾噶。但點解今日唯獨是係樂壇要將主要嘅結果決定權交俾缺乏專業評判嘅大神大眾咧？先有方同我論證翻啦。再者，有方今日話要同樂迷互動，即係簡單嚟講，為咗去取悦大眾，所以由佢哋去決定頒獎你嘅結果。但樂迷往往就只係投自己中意嘅歌手喎，因為佢哋平時聽咗嘅歌就係佢中意嗰啲歌手嘛，佢都冇責任去聽曬所有嘅歌曲，導致到佢哋聽歌嘅廣泛度完全比唔上專業評判嘅時候，音樂素養亦只會停滯不前。相反，樂迷根據專業評審揀出嚟嘅結果去欣賞高水平嘅音樂，呢一種唔係一種更加高質素嘅參與度咩？因此，我方就先在真正顧及樂迷，希望帶動整個社會風氣進步。第二日，有方嘅主面同我哋講話，我哋要透過頒獎去認證歌手嘅樂迷量，去令到唱片公司嘅投資。事實上，今日有方不停矮化樂壇，係一個只有商業化嘅地方。但我想講係，唱片公司衡量一個歌手嘅商業價值係有好多指標嘅，可以睇佢嘅唱片銷量、樂迷數量。我方完全唔理解點解要用一年一度頒獎嚟去做一個商業標準嘅參考，簡直係曲解將樂壇頒獎去認可歌手付出嘅原意。有方今日想睇娛樂性，可以開放小部分嘅人氣獎有樂迷投選啦，例如就係呢一個嘅最受歡迎歌手獎啦。但今日大部分最佳歌曲、最佳填詞、最佳監製、最佳編曲等等，都係應該由專業評審選出㗎。反而有方你講唔出你嗰個方案點解係為主咯？因為今日有方都承認咗啦，大眾就係睇人氣，而且佢哋好似有方係公面咁樣都係講唔清楚曲詞編曲嘅標準係咩㗎。所以只要有位歌手今日夠紅，佢就有機會去圍繞曬每個範疇嘅每個獎項。咁樣嘅籠統又點樣選出真正高水平嘅歌曲呢？於是釐清完頒獎嘅意義之後，有方都過唔到我哋啦，佢就質疑我會有黑幕嘅情況。但事實上，公唔公平係樂迷投票同專業評審兩方面都要考慮嘅問題。樂迷都可以買票，我都可以借朋友嘅身份證嚟投票㗎，所以佢哋嘅私心絕對唔會比專業評審少。但呢啲都係機制性嘅漏洞，所以重點係要擺翻喺本質上。樂迷投票嘅專業評審比較好，當然我方都可以調整機制。主面已經講咗，專業評審可以公開評選嘅準則，提高透明度，所以有方完全唔需要擔心。最重要嘅係專業評審係公眾人物，要向大眾、向協會交代，佢哋每一個選擇都要受到監察，於是有責任去聽曬所有歌曲，做出盡量客觀嘅判斷。今日如果你睇質素，就應該由專業性嘅出發嘅角度出發，多謝各位。Thank you。
喎，你同唔同意樂迷佢會有自己嘅喜好同埋佢會按人哋去投票咧？先有可能樂迷有自己喜好，你又點解定問題啊？我今日中意某一方面嘅音樂，咁我中意某一個歌手係因為咩啊？佢有質素，我點解唔可以中意啲有質素嘅音樂去投票咧？所以即係有可能，首先有可能解釋點解佢全體樂迷點解，因為全體樂迷點解唔可以俾專業組織更加有公平性啊？及樂迷都係主觀嘅，咁啲你要要求呢班評審都係做理想好啊？佢點解你要確保佢哋唔係全部人都係客觀？但係我哋所講嘅客觀係講緊係佢哋根據自己所學嘅知識去做一個評審啊，而唔係有方頭所講你係偏妥情況。再者，佢哋最後係需要公開佢哋評語俾公眾去做一個分析嘅，所以話佢哋係唔需所以佢哋都有自己專業性。但係你嘅專業性都好大，依家都係有受賄賂嘅情況出現。咁有可能你都唔同意專業評審監製嗰個係質素比較高同埋比較客觀嘅判斷，你可以用。今日連愛爾蘭做到專業評國際嘅咁樣錯都可以有相反嘅情況出現，唔通有科學難度認為咁樣評選出嚟結果就係有專業性，就係有唔係成為有可能。我先有科學，你有可能論證唔到樂迷投票係完全公平，我剛剛講過可以買票嘅情況，可以叫其他屋企人幫手去投票，所以有科學呢個都係機制嘅問題，你改機制唔到，咁究竟專業評審嘅本質有咩問題？我同你都係講唔清楚喎，所以有再問你有科學。如果一個歌手佢冇人氣，佢嘅歌冇咩人聽，咁佢係咪就唔值得去攞埋佢嘅曲詞編監獎咧？專業評審都唔係一人全客觀喎，有幫助。就算佢專業評審都係人，佢都有主觀嘅成分喺度。所以其實呢個可以點嚟係交俾專業評審啦，都唔係一定全公平。問題在於今日樂迷佢有佢帶住主觀嘅情緒去投呢一票，而專業評審佢即使有個人嘅情緒，但係佢會用一個客觀嘅標準，用一個客觀嘅去投呢一票，佢可以俾到個評價，俾翻個音樂人，讓到整體都有個進步。而第二就係有科學今日其實喺封面環節都已經講咗，原來樂迷都連曲詞編監都唔識嘅時候，有科學點解肯定樂迷投出嚟歌一定有質素？啱先有科學話今日我哋嘅曲詞編監一啲歌詞入面啦，就算旋律入面都可以帶嗰啲情緒嚟存在喎。今日有科學話我聽唔同嘅歌詞，有時候我覺得可以好描述到我自身嘅經歷嘅時候，咁呢一首係一首好音樂咯。點解我哋今日嘅歌手今日嘅樂迷可以作出曲詞編監判斷咧？有科學話有科學已經承認咗，原來係睇情緒啊！咁即係樂迷可以因為嗰個歌手我同情，我覺得佢背後嘅故事好而同嗰首歌，而唔係因為嗰首歌本身嘅曲詞編監表。但係相反，專業評審可以做到，佢係睇呢個編曲有冇創新，佢係睇呢啲歌曲佢有冇啱音調啊、啱樂韻，佢有冇做一啲樂器上嘅編排，呢啲係啲係大眾睇唔到嘅嘢嘛。所以有可能你同唔同意專業評審睇呢啲歌曲專業性係絕對比樂迷高咧？首先有不同嘅眼睛意思，因為我哋冇完全否認到。我哋冇完全反映到權威性喎，但係今日有分紅綠，如果有樂迷做主導嘅話，咁咪歌手係可以完全聆聽到大部分一個市場嘅趨勢嘅時候，咁咪可以做到一啲更加鼓舞人心啊，更加符合樂壇口味嘅音樂咧。咁我哋加入啦。有分紅已承咗，原來今日你哋所講嘅令到樂壇進步係要迎合市場，歌手咧唔需要有自己主意，唔需要做更加好質素音樂，只要粉絲中意就得啦。咁樣點樣做你哋所謂嘅樂壇持續性發展咧？因為我哋想要去迎合大眾，我一直去做啲大眾中意嘅音樂，好單一化咯。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專業評審係唔同嘅範疇去睇唔同嘅歌曲，咁樣先至可以去揀到真正高質素、真正創新嘅音樂。有分紅你同唔同意啊？但係有分紅你搞清楚個次序先，個次序係樂迷可以推動到個歌手去創作更加好嘅音樂，可以推動到個市場持續發展咯。錯，樂迷只係推動歌手去吸收，去諗辦法點樣吸收更加多嘅樂迷數量，而係去令到佢專注自己嘅音樂。有分紅，今日你同唔同意專業評審俾出嚟嘅評語可以幫助到樂迷進步？歌手用途。阿方同我哋頭先同我哋講話樂迷選擇好單一化，其實我想請阿方同我哋留意下，喺90年代咧喺 K 歌啊、情歌成名嘅時候，後嚟都有大團一族嘅出現過，阿方同學。咁我想問，而家仲係點啊？依家你仲學大團一族，依然有支持，就好似其他類型嘅 Beyond 咁。依家有方同我哋識唔識 Beyond 先？咁有方同我想問下其他嘅一啲娛樂嘅一啲行業啊，咁我想問諾貝爾文學獎啊、奧斯卡影壇獎，點解又好似你所咁樣交俾樂迷？因為樂壇係一個娛樂產業咯，即係你今日講電影唔係娛樂產業咯，係咪？但係電影係可以有文化元素嘅。哦，原來今日音樂係唔需要有文化元素，有風格，咁咪完全曲解曬咯。我哋今日見到兩個娛樂產業嘅成果，但係我哋見到點解要用頒獎禮？頒獎禮嘅
潮㗎，但其實今日有分同學從頭到尾都係話，今日大部分樂迷就係跟住佢自己嘅情緒，咁完全都冇論證到今日今日嘅樂迷，有分樂迷都論證到全部今日嘅樂迷。美名美若，我中意呢首歌，於是我就投佢。
咁樣咪造成個情況就係審美單一咯。但係我哋見到今日我方專業評審係唔會嘅，我哋專業評審係係受到行業個專業人士廣泛認可嘅專業評審，佢會有個責任聽曬所有歌，去俾到一個更評判斷，就係邊首歌更加高質素，去到承擔翻個責任，讓到樂迷入去增加嘛。最後其實嚟到比賽尾聲，我哋必須要諗清楚樂壇中，因為我其實係需要有追求嘅。禮記當中有句咁嘅話：凡音者生人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為之音。意思係音樂產生於人嘅內心，情感激盪，所以音聲音就造成分曲調震到音樂。但音樂同聲音就分別在於我哋要透過人心去想像同創造啊，先至造成分曲調。如果今日音樂人係單單為咗引起迎合方位，對音樂冇追求冇情感，呢啲歌已經唔係音樂。我方衷心祝願以後樂壇可以多啲良性競爭，百花齊放。多謝各位。可以為自己中意嘅歌手投票，而
認為自己可以在樂壇發展者裏面有能力影響獎項結果的時候，就多了這一份參與感，樂迷之後更加會有動力參加更多的樂壇活動，才會參加更多的演唱會，更加多的橋牌，更加多的專輯，經支持這個樂壇，從而帶動整個樂壇的發展。我們現在不應該再舊學習就是一首歌夠不夠專業，而是應該踏出這一步去改變一個樂壇更長遠、更加有進步性的發展。最後願大家能解相信投票的結果，樂壇原來令我歡迎的視像投稿換返獎品，也幫助我們主角，多謝大家。
化就係表演啲商業舞台嘅。無論你嘅專業唔同嘅表演幾專業，但最終即係個產業可唔可以繼續持續發展咧？有時發展啦，即係一蚊一等頭咁樣。所以有幾多幾多錢嘅投入啊？幾多人嘅關注啊？幾多廣告商嘅喺市場認可啊？亦都幾前途嘅發展將來發展嘅。咁我覺得呢個可持續發展咧，你啲元素好多，完全嗰個畫面其實幾好嘅。咁我覺得即係你中後場特別去自由店嘅時候，我見眼方嘅意見都提出一啲嘅，當然。係嗰個時候，可能你就住呢個位置講多少少咧，可能都可以挽回到一啲嘅局面，因為始終我覺得呢個位係比較強嘅地方講緊，因為莫名係購買係始終嗰個市場嘅主要市道。咁另外接住下一個問題，你都講，其實你都講個板障店係本身都係即係耗費巨巨額嘅，其實我覺得呢點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點。即係譬如如果你做得好，唔係做得唔好，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吸引人或者唔吸引人最終嘅產業嘅投入嘅情況。咁你除咗講美國嘅數字講嗰個全球嘅即係美國有個板障店係嗰個最終嘅年收係突破過億嘅美元，咁呢個係一個全網行嘅投入。咁都證明咗其實有網民去推動一個板障店係本身其實可以盈利，甚至大家都覺得係一個突破咁樣，大家都會關注嘅。我覺得呢點係我喺後場咧，不妨可以同即係遠方多啲人推薦呢個情況。我覺得呢個都係做得好嘅地方。咁當然去到後場就有啲位置就開始就比較得啦。譬如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你不斷提前廣告問題。我覺得呢點其實係有啲，因為我特登聽嘅，因為你唔止一次問，我相信點解有啲唔止係我。俾我感覺就係你同我哋講話，其實即係樂迷對啲好專業嘅評。即係一啲嘅範疇啦，你嘅詞曲編又好咧，其實佢哋有情感共鳴咧，其實都可以有啲嘅專業共鳴。咁呢點其實就我覺得比較難喺場上繼續落實嘅，即係我點樣即係話我情感投入定我之類編成咧咁樣。咁呢個論證嘅即係個責任係漫長嘅，我覺得係即係好難喺一個短短嘅電影市場當中可以做到呢個情況。我覺得你市場可以即係你哋可以同大老師都講，將呢個位放俾。問題嘅話，其實可能專業評審係好啲，或者你而家評審嘅階段已經係一錘定音噶嘛。其實可以有幾個環節㗎嘛。你相信有啲情況可以係有啲獎係評審做先，有啲係觀眾做先，其實都可能係其中一個評選嘅方法。咁當然你最後嘅難點就係其實我哋需要最終嘅結果，可能投票嘅結果係交俾觀眾嘅咁樣。咁可能呢啲位就可以有啲嘅調節。咁成件事你未必需要難到咁遲，但係我明知係有啲專業嘅位係。即係個名未必做到嘅，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其實可以放過嘅情況咁樣。咁啊，至於對面咧，我唔知呢個新呢個賽制嘅對面嘅情況係點樣。我感覺上好似問嗰個基本上唔係俾答嗰個任何答嘅機會咁樣上，我覺得呢方面雙方都有呢個問題咁啊，但係甲方係做得明顯啲嘅，根本上乙方好似都冇乜機會答咧，你點畫下一條咁樣情況咁啊？其實對於整體嚟講，俾我感覺就係攬炒嘅。其實我又唔會俾甲方，即係你等人哋答唔到問題，我夾硬俾多啲分嚟。因為我其實想等緊乙方有啲條件嘅，咁又冇任何意見，冇任何溝通，你就下一條問題好似警察條問咁樣咁講咁樣，一定係線索嘅問題咁樣。咁我覺得係咪本身對公平唔易咧？我相信個賽制未必咁設計俾大家好嘅。咁乙方就係少少，但係都睇得出乙方係。就算佢唔俾你答咧，佢都係有一定嘅套路喺度，即係佢都會俾機會你攞啲問題答。答完之後，你踩完陷阱，佢就踩咗兩句。咁咧，我覺得呢個套路陷阱位咧，咁就越方會做得比較合理啲。我覺得呢個位係可以做得好啲嘅。咁當然同意老師講後方即係後場啦，咁就真係即係越方係做得好啲好多啦。而家之後變下或者歸納同意嘅情況。咁至於甲方，我係聽到最後見面有少少，我覺得其實值得記啊。前場可以攞多少少嚟少少同埋，你話其實喺個樂壇咧，咁其實大家即係其實啲人嘅對於樂壇嘅發展嘅促進咧，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規準咧，係只係大家一起去競投嘅。咁其實呢個位就係點解有陣時香港樂壇會有呢個原因，可能都係因為即係大家整體嘅即係人嘅研究可能嘅原因咁樣。呢個如果有樂壇肯俾大家去投票啊，又有啲樂隊去俾佢支持啊咁樣，咁整體上嘅感覺咧就相對會更加好啲。啊，人家到乙方有一個，乙方有一個位係好好嘅，即係譬如講專業咧，成日都講專業喺度，先講。我聽到你哋講係你評審咧，可以將啲
公開嘅，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專業嘅情況喺度，即係投票你冇成本投咗票啊嘛。咁但係喺評審睇完編曲作品之後，咁又聽完音樂之後，佢會即係佢哋開會嘅過程咧，個專業啲嘅文學獎咧，佢哋會將嗰啲佢哋每次開會嘅會議嗰度寫翻出嚟俾所有人睇嘅。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專業表演咯。咁大家可以睇下佢嘅評語，再決定佢哋嗰票究竟俾咗邊個。咁呢個我相信即係一個即係樂迷咧，就未必做得到啦。一大眾樂迷未必做得到，除非將好詳盡嘅即係投票表俾佢揀，情況下你嘅原因係乜乜乜，我相信都冇乜樂迷會投呢張票。咁我覺得呢個過程係即係做專業嘅表現嘅情況喺度。咁呢個就促進咗大家對於專業其實點樣睇首歌啦，專業其實點樣睇嗰出電影啦，個背後嘅理念，咁其實令到整個可能有個題目、個原題，可能都有更多嘅反思。我覺得呢個第一好有意思。好，咁啊，時間啊，好快地歸啦。我覺得今日甲方咧，即係都即係我講得最明啲啦。我覺得今日甲方如果係個歌手嘅話咧，即係今日好嘅角色，我覺得方時天甲都好，但係歌手發揮實力，因為即係大量嘅辯論比賽嘅經驗咧，令到我由聽甲方嘅主持開始咧，我就知道係有心思去設計嘅。即係佢有一個好貼地嘅講法，佢唔同你講啲乜嘢專業同埋質素，佢講一樣嘢啫。其實佢覺得樂壇頒獎典禮係一個市場報告嚟。係一個市場調查機制嚟啫，咁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再講得現實啲，或者試下唔得條主線咧，有機會去反駁嗰個位置喺邊度就係錢咯，即係我俾十個專業獎項嗰啲歌手，可能都唔夠去俘獲呢一個100万嘅粉絲更加開心。即係佢一首歌擺上去 YouTube， 佢有過100万嘅 views， 同埋有林夕讚佢一句填詞填得好，可能佢都係會揀錢。因為很簡單啫，就係樂壇可能本身就係一個以娛樂同埋商業掛帥嘅地方。咁我覺得如果你哋本身係秉持住呢樣嘢去發揮嘅話咧，其實可能打出殺出一條路咁樣。而我亦都感覺到其實本身個主線係想咁講，但係去到一二部咧，真係好認同大老師啱先嗰個講法，俾人攻散咗嘅就係你開始走去討論邊個專業啲，你走向開始討論咗一啲你一定會落於下風嘅位置。辯題的刺激局限制樂迷一定是不夠專業審專業，所以我們不會有專業樂迷的人出現，所以你只能夠把握住樂迷最大的價值，即是你主面所說的就是商業價值。如果你真的由頭到尾都把持住這個論點，即是我們給分裡面那個所謂的論點連貫，如果你發揮得這件事好一點的話，其實是沒那麼吃力的，變相是越方吃力的。因為很簡單，你們照可以保留四個專業大獎，就是曲詞編監的專業大獎，但是另外那些譬如銷售量是客觀的，但銷售量是誰創造的，是樂迷創造的，播放率是誰創造的，是樂迷創造的，你所以你就可以有個主持之問，我照邀請極度專業的老宗師去幫我們評每年一首咯，我沒有那年最好的曲，那年最好的詞，但是唱片整隻去買嘛，是不是歌手有多少人到場支持，在紅館可能我都衝啲飛賣到幾多少錢，全部都是樂迷主導的，咁點解樂壇頒獎典禮可以淨係要專業評審作為持份，但係樂迷就冇咧？咁以後佢哋仲會唔會心甘情願掏出腰包去俾錢？即係如果你真係能夠咁現實、咁貼地地去放手一搏嘅話咧，我反而覺得會係越方越有壓力咯。因為你可以既保留佢專業嘅部分，但係有個位佢係專業評審完全俾唔到你嘅，就係錢，就係嗰個所謂嘅可持續性，你哋有好靚嘅包裝。咁所以我覺得今日甲方就係、是。坦白講，稿件質素完全不差，但是在譬如公面的環節，可能因為經驗不足有反問的情況，這個我要跟翻賽規章扣分。咁亦都有不小心過時的問題。咁見面有個很靚好型仔的框架，但是嗰、那個表達上配合嗰份稿，即係三句歌詞，但是個感覺不夠，唔係嗰樣稿嗰、那個 style。咁我覺得呢個是有好的歌啦，但係都要有好的歌手，或者有好的歌手就應該要有翻好的歌。即係我覺得呢、這個你哋要諗下就點樣去極盡完善落去，即係互相配合啦，同教練嘅團隊。咁粵方我覺得係涉及立場作人，因為今日係好多靠即場反應佢撩出嚟嘅嘢係感受得到。即係我覺得稿件主持你哋明白通透之後咧，你哋有好多所謂即場嘅要求。
特別我有幾個論點位置係幾欣賞嘅，即係第一就係邊個有責任，邊個冇責任。即係因為你哋一開始已經有一個好嘅策略嘅，你哋基本上模糊咗同埋唔回應嘅方式長追求嘅，成功拉走咗對方去講邊個專業啲。咁我覺得你拉咗對方喺自己戰場咧，基本上贏咗一半嘅啦已經。咁剩翻低嗰半咧就係、是、你哋自己個演繹發揮啦、資料嘅運用啦、數據嘅運用啦、以至到你哋大家個預備啦。反應啦，我覺得呢啲都唔需要講太多，因為市場已經都講咗。所以兩個論點裏面，第一個我俾分比較高嘅就係邊個責任去俾更加專業嘅評語啦，或者一啲嘅嘅有冇咁多啲規範啦。咁第二個咧，我就係覺得你哋有講到嗰個主要性，即係你哋其實我覺得今日雙方講得唔夠多嘅，但係粵方可能觸及得多。其實我建議咧，唔一定係討論一個頒獎典禮裏面有幾多個獎係點，即係直情係你可以講。或者唔係十個頒獎典禮，咁有一個係專業，然之後另外九個都係學埋開心嘅，係咪？又或者調翻轉你都可以啦。我哋一年裏面，或者一個獎項一個大會裏面，我哋話齋叱咤都係得兩個或者幾個啫，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諗得闊啲就得㗎啦。總結嚟講咧，有個建議就係咧，辯論好多時候即係今日係隔完辯題啦。咁我上一場都有講嘅，就係大家要先做好自己嘅論證功夫。其實我覺得無論係正反定係隔完咧，最理想嘅主線咧，都一定唔係反駁到對方係一個最好嘅做法，應該係能夠容納到對方嘅立場係最好嘅主線咯。因為只要你越包攬嘅嘢越多咧，你越需要反駁嘅越少，你咪認同曬佢所有嘅價值，但係將佢編排喺辯題裏面最關鍵嗰樣咧係主次啊嘛。我認同曬所有嘢，但係佢可以唔係主噶，係咪？我認同曬專業評審係勁啲噶啦，學埋係冇咁叻噶啦，係唔理性噶啦。咁但係邊個主邊個次啊？咪就係價值取態。真正要拗嘅係價值啊！講真，學埋冇咁叻係客觀嘅，專業評審專業呢個係客觀，呢啲嘢係唔應該攞嚟辯論，因為呢啲係事實。你只需要提出證據就得噶啦。你話我聽，專業評審作咗1000首歌，同埋學埋一年淨係聽10首歌。邊個叻啲？佢一定係專業審咧。所以呢啲位根本唔值得花時間去例子。反而你應該話俾我聽，嗰個應驗性喺邊度？就係香港嘅樂壇或者世界嘅樂壇，應該向專業定係應該向次，邊邊緊要啲咧？又或者個比例應該點編配咧？呢個先至係真正辯論嘅核心咯。嗱，不過坦白講，今場係觸及呢啲核心位置咧，多過上場好多嘅。咁所以咧，都係一場精彩嘅賽事嚟，我覺得。咁啊，睇下